要闭紧呼吸，我学会了跳舞。结业以后，我在一个歌舞团成了舞蹈演员。平时我除了参加演出，还给别人教跳舞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我们的《欢乐香妃》民族歌舞短剧即将开始。 现在我基本工资4000，还要演出提成，够花了。我们每天在古城美食广场演出，有时候游客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天演4场，我们挑都腿都软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想跳，因为这就是我最热爱的事业。现在我也看到他舞台上面那么快乐，我也替他高兴。 那我跟艾克塔是同事，然后每天跟他一起唱歌跳舞的感觉还是很开心的。那艾克塔姐姐她非常的热情，也特别照顾我们，然后我们现在像姐妹一样的。我想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舞蹈，感受我们的热情和现在美好的生活。